你告诉小童，我来对付乔三儿。你来对付乔三儿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会有我自己的办法。 消息了，请站长放心，我一定不辱使命，在所不辞。科长，您走了。 什么事儿啊，老赵？二奎，哎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一切听从钱副科长的安排。放心吧，您，一定的。二奎，啊，看见我办公桌上一个账本了吗？看见了，我拿了。什么时候拿的？哟，我没跟你说吗？昨天啊，那个赵科长要看，让我去拿。 你呢？又没在，事情又急，我就让田姐把门开开，把账本拿走。你要找的话，应该就在赵科长办公室吧？跟我来一趟。老钱，门锁了，没办法。给我撬开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给撬开。老钱。 你疯了吧！赵科长的门你也敢撬？赵科长的门你不敢撬，我办公室你就敢随便进？不是，老钱，那赵科长的命令我也没办法。那我的办公室你随便进，老赵的为什么不行？给我撬开！老钱，你别着急，别生气啊。那个，我就是进去拿个东西。刘组长，我可告诉你，我们情报科得到线人的消息。 说咱们站里现在有内奸，这个账本可是挖出内奸的凭证。你这样推三阻四，就属于抗拒调查。怎么着，还要让我向站长汇报吗？不，钱副科长，我，哎呀。 乔三儿的威胁迫在眉睫，钱之峰必须迅速找到对策。张某是个很好的突破口，他替侯明德做事，手脚不可能干净。但要解决乔三儿，眼下必须先解决刘二奎。报告，进来。 钱副科长，账本我取回来了，请您过目。赵科长的办公室不是锁着的吗？是锁了。这总务科正好有备用钥匙，刚才都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钱副科长。好了，以后别老管我叫钱副科长，管我叫老钱就行。是，钱副科长。好了，没事了。 是。
哟，先生，您几位？就一位。你们掌柜的呢？掌柜的在楼上呢。给我叫去。哎，好嘞，我给你叫去。钱之峰来了，哟，钱先生，来我此地有何见教啊？怎么不欢迎？看你这话说的，来的都是客嘛，少给我来这一套。里头盯住了啊，钱先生，这边请。哎，钱先生，请坐啊。乔三儿啊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哦，我梦见一个人没有脑袋，那个血啊喷得满屋子都是，他边上还站着一个人，拎着一把刀。钱先生，您这属于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血光之灾。你知道拎刀的这个人是谁吗？徐庆林，不对，你的老板侯明德。侯老板，对，那个房子跟这一模一样。哦，当时啊，这把刀就是这样。脑袋就没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钱先生，吓死我了。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好了。这你和许清林是朋友啊，所以你应该知道他当初是受了谁的蛊。你呢，帮我带个话告诉你那位朋友，让他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到时候他的小命是怎么丢的他都不知道。小命儿，钱先生，您别吓唬我呀。哼，我没吓唬你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钱先生，今儿在我这个烟馆，你想要出去，还得问问他。哼，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你的账放在你们老板面前。那又怎么样？他一定会奇怪，为什么你告诉他的账目跟实际的账目会不符呢？钱先生，我这么跟你说吧。看见没有，我这支枪救过他的命，他这支枪救过我的命，我们是兄弟，他不会跟我计较的。如果你银行里一箱子黄金搁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计较。嗯，真是你干的？没错，是我干的。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把答应杨仁杰的东西交给我。
这个时候把我要的东西带来。可以，但地方我定，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。来，慢点啊。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这肚子啊坠得慌。哎呦，太太，你可慢点。陈妈，你说我这个肚子坠得慌的感觉到生一般会持续多久啊？这个呀，可长可短的，有的马上就生了，有的得等个三五天的，不过也有等一个礼拜的呢。陈妈，让你准备孩子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？啊，都准备齐了，先生。哎，那就麻烦你再去一下药店。干嘛呀？你要给我吃中药啊？生完孩子以后呢，身体会虚弱，得给你补补。哟，这还有通草呢，这不下奶的吗？行了，赶紧去吧。哎，你跟乔三儿都谈好了？都谈好了。乔三儿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我必须在你生孩子之前把这颗炸弹给拆除。小童会帮你的。你查的那间有眉目了吗？啊，已经锁定了目标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人赃俱获也就这三两天的事儿吧。哪边的？还不确定。袁杰啊，如果是攻打，我希望你跟钱志峰打声招呼。你是知道的，按分工应该属于情报科。站长，我知道有分工，只是现在彩衣不是马上要生产了吗？我怕他来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是有了真凭实据，先不要声张，马上通知我行吗？是。杨队长，咖啡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他约你见面了？你没跟他要三万块钱吗？乔三儿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时间不多了，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跟我们合作，好好想清楚吧。行了，你们不用跟着我了，回去盯着钱之峰，他去哪儿你们去哪儿。如果他要跟那姓乔到街上走了，别忘了啊，打电话回站里汇报。哎，如果我不在站里，你就打电话打到钱之峰家里。啊，你坐好了。怎么？哎，
哎，走。 需要点什么？来杯咖啡吧。保德，你稍等。杨队长。 先生不在家，韩小姐在吧？哎，先生，你的咖啡。嗯。一位先生给你的纸条。 钱呢？上班去了，你没见着他吗？哦，没有。陈妈，给杨队长倒杯水。哎，好的。坐。别客气，坐。 只是有件小事，想跟韩小姐商量一下，不知是否方便。先生，请喝茶。陈妈，回屋休息吧，这儿没你事儿了。啊，你说。 先生，您需要什么？啊，给我来杯咖啡。好的。先生，您的咖啡。 给我两个三明治，给我包好了。好的。
是，我听说了。我还奇怪呢，怎么杨队长突然又对许清林有兴趣了？啊，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觉得许清林真的是共党吗？当然啦。我说杨队长，人都死了，你还想替他翻案呢？啊，我其实就是想弄清楚一些事情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许清林是共党的？又是什么人告诉你的？先生，您的三明治。好，谢谢。一天了吧，也该吃饭了，啊！我请你们吃三明治。不，吃吧，啊！我们马上走，来，走走走走。来来来，走。杨队长，这么说，你是认准了我们家老钱是共党了？我想听听韩小姐的意见。请叫我钱太太。这么说，不管怎样，你都要站在他那一边啊。杨队长，我先生钱之峰，他怎么是共党呢？你就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的地方？比如？比如瞒着你，秘密的去见什么人？唯一可疑的，就是你突然跑进来，跟我说钱之峰是共党。好，如果他是共党，他怎么可能跟我结婚，而且还有了孩子？杨队长，你不会想说我也是共党吧？好。如果你觉得我也是共党的话，那现在就把我给抓起来吧。也许你是被钱之峰骗了，也许钱之峰的表演太好了，也许是你搞错了。如果我错了，我愿意道歉，不过我相信钱之峰会感激我为他排除共党嫌疑的。
钱先生，耍我！我让你锻炼锻炼身体，有什么不好？您这是让我围着苏州城整整转悠了一圈啊！少废话，我要的东西在我这儿呢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可不仅仅是账本啊！哼，你放心，该带的我都带了。来是找我的，喂，是我。接上头了，交换了，好，我马上到。韩小姐，我先告辞了。等等。谁的电话？啊，其实，啊，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等等，你既然用了我们家的电话，又让我听到了，总得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。我追踪的疑似共党现在正跟一个重要人见面。重要人物？这个重要人物，其实是我的人。说这么多，哎，杨仁杰，你说对不起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
彩衣，你怎么样？我一不小心脚踩空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！走，上医院。 你放了我，我就把给杨杰的东西给你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把东西交给我，我就放了你。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到了。再忍一下。我不相信，你钱志峰说话从来都不算话。我这次说话一定会算话。 杨队长，你别走！杨爷，你饶了我吧！你这老追我干嘛？好啊，好啊，跑！我去给老钱打个电话，他在站里呢，让他马上过来。你别走，我怕。啊，我不走，你放心。 我走杨队长，别动！我要揭发。坐下。我找杨队长，我找杨队长。啊！哎，金组长，金组长，我要找杨队长，我要揭发共产党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给杨队长的。 过来吧，钱之峰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这份笔迹至关重要，它足可以证明许清林不是共产党，更不是给日本天皇特使下毒的凶手。他很清楚，这份笔迹落到杨仁杰手里意味着什么，就仿佛是侥幸加上的套索，而这套索。 已经套在了钱之峰的脖子上。奇怪，老钱不在站里，他们情报科的人说他出去了。你说他会去哪儿呢？他不来，你就别走。哦，我给站长说了。 他说：“有事走不开，让你姐姐马上就到。”应该快了，啊，放心。你别走。没事，我就在门外，啊。陈妈，哎，太太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你今天出门的时候，门锁好了吗？我锁好的，太太，你放心吧。 今天早晨，老钱出门的时候，
好像忘带钥匙了。哎呀，那这怎么办呢？你先回去，老钱说今天中午要回家的。太太，那我走了您这怎么办呢？我这儿有护士，你要见识先生，让他先别急着来，让他先踏踏实实吃了午饭。哦，对了，回去的路上买几个梨，他昨天说想吃梨来着。好的好的，太太，我记住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干什么去？这都快到中午了，我得回去做饭，回头给太太送过来。彩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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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，先生，哎呦，先生，什么？彩衣呢？这鞋怎么回事？太太一不小心在这给摔了，现在被送到杨仁的诊所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半个钟头之前的事儿啊！这幸亏杨队长在这儿帮忙，把太太给送到诊所去了。杨队长？哎，对呀，杨队长来找太太有事儿。这说完了事儿吧，杨队长正准备走呢，太太一不小心。他人呢？杨队长现在在医院陪着太太呢，太太害怕，不肯让杨队长走。先生，太太说了，让你踏踏实实在家吃了饭再去。不用了。先生，太太让我给你买的梨。梨，再清楚不过的暗示。钱志峰知道这是让他赶紧逃离，可如果自己走了，韩彩衣怎么办？钱志峰可以肯定，他是故意从楼梯上摔下的，他在用他和孩子的生命为自己争取逃离的时间。您昨天不是说了想吃梨吗？太太说让我给你买了，我都洗好了。你回去告诉太太，说我公务在身，完了事儿我就去看。你让她记住，不要为我担心。